向云杰，他怎么来到了狗干嘛？姐，快点接啊！你心虚？我哪有心虚啊？有些话我只能跟你说。都几岁的人了，连讲话还这么没有分寸，讲的真不是三的，谁受得了？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失败过，这件事应该难不倒你。待会我需要你的帮忙，可以不要吗？不行。 因为这个忙，我才找你帮忙。什么忙啊？说三个字。叫老师。老师。乖。如果我有一台时光机器的话，我真的很想让时间就停止在今天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幸福在晴天。